了门，关了窗，熄了灯，闭了眼，什么着走你选择待在我的身边，我不对你好，我对谁好呢？再说你和我在一块儿是为了增加幸福感的。如果说你跟我在一起还没有你一个人的时候过得好，那你跟我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看你了解我，心疼我，然后爱上我，保护我，谢谢你。虽然我平时不怎么会说话嘛，但是真的遇见你很幸运。你看你在，我做任何的事情都非常的有底气。我也平时很少跟你说谢谢，因为我觉得非常的肉麻，然后又会觉得很官方。但是此时此刻我真的好想说谢谢你啊。你跟我说什么谢谢？谢谢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呀，而且你大多数让我觉得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又是我的靠山，又是我的精神支柱，又是站在我旁边听我说又为我撑腰的人。你看我长相也普通，对不对？我做事也普通，我的家庭也很普通，所以谢谢你和这么普通的我交往。纪年，你要相信你自己，知道吧？你要懂得欣赏自己，你要绝对的相信自己，要像欣赏花一样去欣赏你自己。其实你很好，人品好，又漂亮又善良又温柔又贤惠又懂事又讨人喜欢，对不对？所以说遇见你，你不用谢谢我，遇见你是我的福气。你看你的鼓励和爱意在我的成长的道路上给了我很多底气去做任何事情。纪念，俗话说一个人品好的女人她怎么学都学不坏，你不用教她如何善良如何做人，她都会是一个善良懂规矩的人。有的人才华横溢，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品。有的人聪明绝顶，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靠得住。社会啊就是一个染缸，但对于一个从骨子里透着善意的女人来说，你怎么感染她，她都会很正直很善良。即使经历苦难，她依然热爱生活，即使经历人情冷暖，她的心中依然有爱。择善而处，择品而交，若有品，清风自来。说的就是你。战斗的试错，你我不曾感受过，想装在借口，想装在借口，你妈没有告诉你，装的人要说。